小姐，你在找人了吗？对啊，你这样会打扰到家属跟病患，你会找人去照顾他。请问一下，那个罗正浩在哪个位置？正浩，在哪个位置啊？罗先生他到院之前已经没有呼吸心跳，所以医生刚刚已经宣告死亡了。你确定？我们已经通知家属了。 冷静，我就冷静。